唔知大家有冇其他嘅疑問咧？關於今日嘅工作坊啊 ，OK 啊，好。咁不如問一問大家先啊，喺開始今日進行呢、這、一個即係樹琴嘅靜心療愈嘅時候，呢一刻大家呢一刻你嘅身心狀況又係點嘅咧？不如我俾個投票嚇，俾大家去投一投票啊！係啦，大家見唔見到有一個投票嘅問卷呢？見到咯，嗬。咁咧，請你咧回答一下，可以剔多項嘅嚇。咁咧就係可能你而家嘅狀況會唔會係輕鬆啊、好集中專注啊、好疲累啊、精神好散亂啊、焦慮緊張啊、煩躁不安啊、精疲力竭啊、身心舒暢啊、平安自在啊，定係其他咧？咁仲有10個嘅選擇嘅。咁一陣間咧，我哋大概俾多10秒大家咧，我哋就會 close 咗呢個投票，我哋就會睇到大家有70多位嘅同學咧，大家集中喺邊個部分喎？係啦，咁我哋阿輝，你要唔要投票先？我投票唔到啊！你今日個狀況點啊？我就有少少緊張，因為咧，始終我都係今日嘅主持人。你咧？我有睇下邊個揀先。我身心好舒暢啊！係啦，仲有心情愉快嘅。好，咁我哋已經 open 咗成1分鐘啦，我哋 close 啦咁我哋大家都會睇到咧個共享嘅結果啦，係啦，俾大家可以睇到啦。睇嚟疲累係佔成47% 嘅噃，係啦，而次多嘅咧就係平安自在，咁真係比較攰喎。今日大家唔知係咪平安自在第二個？係啦，都幾好喎。今日大家個狀態係咪啊？好，咁啊，多謝大家嘅分享啦。咁我哋其實希望透過個工作坊咧，都係希望大家平時咧都多啲留意下自己此刻。即係個身心啦，以至到我哋可以懂得點樣照顧。咁不如我哋開始之前咧，我簡單睇下卡文會有一啲分享音樂嘅分享之前，我哋做一啲關心自己身心嘅一啲活動先啦，好嘛？咁容許自己咧睇下點樣可以坐得舒服嚇，揾一個你覺得受到承托啊，而且感覺到身體咧係安穩嘅，可以坐喺凳嘅上邊啦。你都可以俾自己感受一下此刻你身處嘅環境，喜歡嘅話，你都可以俾自己送自己3個嘅呼吸，深深嘅吸氣，感受到自己正喺度吸氣，慢慢嘅呼出，覺察到自己正在呼出。再深深的吸氣，感受到此刻整個人坐在椅子上面，呼氣的時候留心到整個人實在的被這張椅子承托，可能有一份安穩的感覺。再深深的吸氣，送自己一份的微笑，可能今天都做了很多事了，又或者经历了很多，都可能有些疲累，慢慢的呼出，让这些疲累又或者紧张，又或者任何觉得不需要的感觉，慢慢透过呼气呼出来。然后你喜欢的话，可以合上眼，又或者微微的垂低眼，看住地下任何一点都是可以的。看看这一刻怎样坐是舒服的，怎样的坐姿都是可以的，请好好的照顾自己。现在可以的话，好奇一下脑海里面升起了什么的念头呢？有可能回憶翻一啲過咗去嘅嘢，可能今朝早，又或者之前發生過嘅嘢，又或者
係未發生嘅嘢。無論呢一刻腦海裏面升起啲乜嘢，都可以視佢哋為呢一刻心裏面嘅一啲嘅活動。再次好奇一下，呢刻嘅心情又係點㗎？可能是輕鬆自在的，是愉悅的，又或者是緊張，是不快的，又或者其他的感覺。無論有什麼心情，都可以被自己一一的覺察。然後合適的時候留意一下整個身體，若果可以的話掃描一下由頭去到腳，感受一下整個人坐在那裡，整個人的身體的感覺是怎樣的？是不舒服的？是舒服的？還是中性的呢？無論此刻有什麼感覺，都俾自己接納佢，讓呢啲嘅感覺自然喺度。留心到整個人腳踏實地，俾呢一雙凳承托。最後多送自己兩三個呼吸，自然嘅呼吸。多謝自己呢一刻嘅臨在，亦都多謝大家嚟臨到呢一個平台。頭先佢話可以打翻開眼睛，然後慢慢將覺察力開闊到呢個環境嘅聲音。無論你身處嘅環境有啲咩聲音都好啦，我哋都今日咧將我哋嘅注意力咧擺喺除咗頭先我哋嘅思想啊、情緒啊、身體嗰度咧。都想大家今天咧將個注意力咧擺喺聲音嗰度，因為一陣間我哋會Carmen 會帶領我哋咧透過聲音咧點樣去靜心嘅。咁我哋遲少先講下啊，其實靜心係啲咩嘅嚟緊咧，好嘛？咁咧我就將個時間咧交俾阿 Carmen 啦，一陣間先講咩係靜心。嗯，好啊，各位朋友，一陣間咧我就會咧有差唔多40分鐘的時間，我們就會一起聽這個音樂。不過對於初初從未試過這個體驗的朋友來說，可能對你們來說連續地去現場去聽一個人去彈整半個鐘的音樂給你的時候，可能你會很習慣。所以一會兒我們的安排就會這樣，我都很希望和你們有多些的互動。我會將一會兒40分鐘的時間分成三段時間，咁每一段時間咧，我都好想咧去彈一段嘅音樂俾你哋聽。今日咧算係療愈呢一個嘅時刻咧，不是一個表演，亦都唔係一個演奏會喎。嗰個主角咧係你同埋聲音，咁啊千祈唔係喺我，亦都唔係喺輝上邊嚇。咁所以咧，我好希望咧你哋能夠咧去享受一間嘅時間嘅時候，一路聽住聲音。一路咧將你嘅注意力放喺你自己身上邊，我好希望你能夠咧盡用呢一個小時係放你自己嘅，係俾你自己一個寧靜嘅時刻。咁我彈三段音樂嘅時候咧，想請你哋咧去留意一下咧唔同時間嘅三段嘅音樂，唔同嘅音樂入邊咧，你會有啲乜嘢唔同嘅經驗？可能你一路聽嘅時候咧，會唔會喺你腦中入邊有啲咩嘅想法啦？會唔會有某一種嘅顏色啦？或者有啲嘅影像啦，有啲嘅人物啦，有啲嘅物品啦，甚至乎有啲人咧會有啲氣味出嘅，有啲色彩啊，你亦都可以留意你身體嘅反應，譬如你會唔會出汗啊，或者你覺得好眼瞓啊，定係你覺得心口會有啲翳住嘅感覺啊，咁你可以留意一下，亦都留意一下咧你嘅情緒。
你會有一些什麼情感上面的形容詞呢？我很希望你們一直聽的時候你可以記住那種感覺，完了每一段時間的時候我都會很短的時間讓你可能去寫下，我也跟大家會有一些互動回應，接著我們就會再開始另外一段。最後一段時間就會是一個20分鐘的有阿輝帶領的一個完全的放鬆時間，我們一會兒會再講這件事。那呢就是啦，那現在事不宜遲了，可以開始了。嗯，好啊。那呢請你們呢朋友呢記住，這個時間是你們自己的，那呢就你可以去調校一下光線啦，或者你現在坐的位置啦，令到你呢在一個是最舒服的環境底下呢來去聽這一段的音樂。不過我知道的，你們都會忍不住可能都會看彈，沒所謂的，但是你記住中間有時間你都可以不妨閉上眼，又或者不要看著螢幕，是的，看著其他的位置，或者注意一下自己身體。我希望你們如果想到什麼很想寫下的話，譬如這些問題你都可以寫下，這樣我們可以一起討論一下，好嗎？大家如果開了那個叫做Speaker view 啦，系咪啊？你就会见到我哋大嘅画面。Thank you.
七分鐘到，一陣間你可要睇一睇後台，同時睇一睇個時間冇啲。會。如果差八分鐘到，睇一睇我。好舒服嘅整個過程，唔知大家。你唔好講吸命住。哦，吸命住。係啦，因為咧，我做緊測試嘛，我先講咗三段嘅音樂係咪？咁呢個咧叫第一段係啦。咁我好想咧你哋可以俾啲回應啊，咁啊問兩條問題嘅啫，大家可以打一打嚇。第一條咧就係、是、有冇得即刻做一個投票啊？投票就不如咁啦，大家可以喺聊天嗰度打出嚟。啊，好啦，直接打啦。咁咧第一樣嘢就係、是、你覺得你呢一刻嘅狀態，你中唔中意呢段音樂？你中唔中意？中意係第一條問題。第二咧係適唔適合你聽？嗱，中意唔代表係你適合你而家呢個狀態嘅喎，適合你呢個狀態亦都唔代表你中意嘅喎，其實係兩樣嘢嚟。我想你特登咧去諗一諗，第一樣嘢就係你覺得頭先段音樂係你中唔中意嘅，即係以你一貫嘅性格、你嘅喜好，你中唔中意？第二咧就係、是你覺得呢一刻適唔適合你聽？係啦，我好想知道咧你哋嘅反應。咁啊，第三條嘅問題啦，答完之後，第三條嘅問題咧就係、是、你哋可以諗咗先嘅啫。頭先咧有好多問題問你哋噶嘛，有啲咩影像啊、色彩啊、顏色啊、圖片啊、卡卡感受情緒，可唔可以咧用一啲詞語打出嚟？我淨係需要詞語啫，唔需要句子嘅。咁我想咧大約聽一下你哋嘅反應。聊天睇下先，開始咧有啲朋友打入嚟啦，就係中意但係唔夠，中意適合，冇乜特別中意但適合我聽，中意適合，中意適合，我覺得啊，你幻想腳尖喺度起舞緊，一中意適合瞓著咗，真係瞓著咗，真係好攰啦 ，Mandy 你，中意適合頭好重啊，OK。會唔會今日 Clarice 你頭好重啊？你會唔會有啲身體不適啊？感冒啊？近排身體？你會見到花啦，阿 May 見到花園，哦，唔適合唔中意，中意適合中意放鬆，麥田黃金同埋綠色，有啲人唔中意，Sound quality is not as good 啊，因為冇包風啊，係咪用咗 headphone 會好啲啊？會。漸漸放鬆，已經有第三四位的朋友咧會諗起跳舞啦，已經講緊。有人諗起小朋友聖誕節。回憶地擁抱著，好好啊，有一刻覺得開心嘅，好啊，中意嘅，但係唔適合今日嘅你，好好啊，啊，用依一方都唔係好好，可能冇包風真係差啲。原來是這樣，好啊，那這個呢是叫做，哦，見到花園追蝶，很動態的喔，我綜合你們暫時，你們可以打的，我綜合你們暫時說，很多都是呢跳舞的，動的畫面，大部分的人都是覺得輕飄飄的，
都是正面啦，我可以咁样讲系咪啊？都是一些大自然的嘢啦。What more is used？ 呢个系咪读书嚟噶？系咪我学生嚟噶？开头有啲胃痛，后屘就想瞓觉啦。系你学生？系咩唔緊要，我開個 break 聽啦。嗱，我哋聽曬三段，我一次過講，我覺得咁樣好啲。不過因為我想咧個 flow 唔好太過雜亂，但我咧就先攞咗你哋嘅意見。但係你哋咧知道呢個叫第一段嘅音樂，俾你哋咧最感覺就係輕啦、跳舞啦，係正面嘅，係開心嘅一啲嘅感覺嚟嘅。會諗起小朋友啦，會有輕飄飄嘅感覺。但係有啲人咧都好好咁樣講到一樣嘢喎。有啲人咧係中意，但係唔適合。嗱，呢個咧正正咧就係一個療愈嗰個效果。就係點解我哋成日都講咧説行療愈或者啲療愈嘅音樂咧最好咧就係單對單。即係我對住你彈，同我對住一班人彈咧好唔同。對住有人彈咧，我就真係淨係。因住佢嘅需要，因住佢嘅音聲音嘅回應，或者當其時嘅狀態去彈啱佢嘅歌。但係好多時候，譬如聽 CD 啦，又或者你係一班人開 group 咁樣聽咧，係會有少少，就好似頭先咁啦。有啲人覺得中意，但係未必適合你而家呢一個狀態。可能你而家翻咗成日工，要你再繼續飄去破碟，哇！真係好辛苦啊。有啲人聽頭先嗰個嘅音樂咧，可能會覺得哇～是很輕啊，不過再聽耐啲咯，我覺得有啲攰咯，因為我撲碟撲唔到咁耐啦。其實我想瞓低休息一下，係嘛？咁呢個就係想俾你體驗一下咧，咩叫做療愈，同埋咩叫做咧好獨特嘅單對單嘅感覺。好啦，我哋咧聽第二段音樂啦喎。好好啊，你嘅反應，我睇下你哋咧會聽第二段音樂嘅時候咧，又有啲咩嘅感覺嚇？八分鐘嘅時候睇下係。呢段音樂咧會可能有啲人中意，有啲人唔中意嘅，睇下你哋會。
我又好想咧，睇下你咧打一啲字俾我睇喎。系咪都系头先嗰个问题？嗯，都系同一个问题，你中唔中意啦？第二就系适唔适合而家嘅状态嘅你啦，同埋啊，你头先会有啲咩嘢嘅谂法喺你个脑海入边出现过咁样，系咪可以睇到佢？会。Good，我睇到啦。Common son, daughter, and husband. 阿 May 中意但系唔適合。Secured and relaxed. Thank you. Secured 呢個字好緊要嚇。中意但系唔適合你。中意適合 very mellow 好温柔。可以去好似去到一個唔係好熟悉嘅地方，係 calm， 但係有少少 lonely 同 sad。中意唔適合，好似沉咗落海，有啲緊張。唔中意，唔適合，煩煩地，哦，你覺得啊 ，Rosetta， 我先聽，我記得你頭先講你唔中意頭先嗰段嘅，唔適合你嘅，今次就好過之前係啦，好適合，舒服。阿 Bernice 唔好成日問咩嘢，我最終可能會講嘅，唔中意，唔中意，中段好似只馬喺草地奔跑，有啲悲涼。唔係好中意，唔適合，似古裝片係多謝。適合一個人喺河邊起舞，中意唔適合，覺得好凄係凄遠。覺得咧你身體好似想喐咁，但係又專心唔到，唔適合，唔中意，頭痛添咪慘啦，沉沉住啫。哦，後半段會沉重啲，前半段咧就中意同埋適合。後半段嘅時候，你會 slow down 嘅 ，Rita， 好中意，好適合 ，touch my heart， 愛上撫慰心靈。多謝沉重，好多謝你哋嘅反應啊！我可以咧好快咁樣總結嗰一句咧，頭先呢一段嘅音樂咧，好多時都會俾到咧大眾一段嘅感覺、就係、是覺得會係聚啲嘅。如果你俾同第一段比較，如果第一段嘅程度係高喺呢個位咧，頭先嘅音樂應該係喺呢一個位嘅，係啦。咁所以咧，頭先你哋講咧，有啲人覺得好沉重啊，甚至乎有啲人覺得會頭痛啊，都係唔出奇。不過咧，你又會未至於話真係會喊出聲嗰只喎，係咪啊？唔係至於嗰啲好悲傷嗰啲。不過你會覺得咧，有啲一片好開闊嘅一個地方，可能有啲人會覺得荒蕪，有啲人又覺得好空曠。看看你自己的觀感是怎樣樣，不過怎樣都好，似乎剛才這段的音樂呢是落地一點的，是一些不是飄起的感覺。阿輝你覺得呢？我也覺得都是，我挺怕剛才睡著了，我很專注地在留意滴下那些味道，還有呢，因為之前我們想我們留意我們的心，這些都是我們的心的反應，我就看看我的心有什麼反應，你說真的，原來你描述到那種是有些好似聚咗喺下邊咁啊！我好留意到我哋腳嘅感覺，同埋係好似有少裏面有少少對我嚟講少少好似好 sad 啊咁嘅味道咯。你哋 tightness over the chest， 唔係啊 heavy。頭先聽頭先一段音樂咧，好多時啲人用嘅就係 heavy 呢個字用得最多嘅。大漠啊、草地啊，亦都係用得最多嘅大自然景色嚟嘅。頭先呢一段嘅音樂啊，但係咧，頭先你哋話喎，會覺得好悲傷喎、我想喺度咧停一停，我哋聽埋下一段嘅音樂咧，先至會再去講下你嘅感受啦。
呢個幾多分鐘？真係都係八分鐘。佢提你，我就會見到你啦。Thank you.
好啦，又睇下你哋咧嘅回應啊！我哋先大聲。好，好，睇下大家嘅回應啦，又等阿卡文飲啖水，停一停先。呢段收音有問題 ，PayY 真係咧唔好意思啦，可能你用 mobile， 可能真係有個別嘅朋友仔咧聽好真。哦，可能係因為可能佢接收嘅有機會。嗯，未真。哎，你喜欢这段吗？是觉得很眼瞓的。为什么没反应？是不是已经瞓着了？今次这个反应呢很慢啊，刚才人很快的。是啊，有多位都说是 sleepy 啊。sleepy 是不是？越听越放松。即是舒服的，但是放松的。开头就没那么 enjoy 的。但是越听就都是喜欢的。哎，那so far都是喜欢的眼瞓的，喜欢的眼瞓的，喜欢的眼瞓的。Lonely， 或者黎依晨覺得 lonely 嘅感覺，會覺得攰啦，同埋眼瞓啦都係。哦，
松唔放松 ，lonely 系咪 each other lonely 嘅感觉系咪真系会系负面少少啊嘅情绪？你哋会唔会脑海入边谂起啲乜嘢啊？譬如颜色咧，譬如第一段音乐你谂起嘅颜色系咩咧？第二段嘅音乐，如果一定要你赋予三段嘅音乐你听晒啦，三段音乐一定要赋予啲颜色落去。第一段你会俾咩颜色？第二段俾咩颜色？第三段俾咩颜色咧？有啲頭痛喎，有啲人聽到，有啲人幾乎瞓著，唔中意，唔合適，覺得自己好散亂，唔平靜，中意唔適合，有黑白畫面，見到故人有眼淚，唔中意唔適合，苦慘，有心事壓愁 blue， 斷斷續續思想也打斷了，但好舒服。藍色，紅藍黃黃，嗯。這一段是三段入面最喜歡的白色、灰色、藍色、綠色、黑色、灰色都是很灰的，剛才那一段應該是很灰的，不是的， LY 說第三段是螢火紅色，最喜歡是第三段最眼瞓。好了，總括一次，第三段大部分的人都是覺得很眼瞓的。同埋咧，你哋咧選擇嗰、那個一間要問下現場嘅工作人員，咁咧大家都係覺得眼瞓啦，同埋咧色彩咧係會比較灰啦、黑啦、深色一啲啦，係咪？都係會覺得靜嘅，有啲人甚至乎靜到覺得有啲太靜啦咁樣。咁有少部分嘅人咧唔係太中意嘅，因為覺得心水不浪啊，總之覺得唔係太夾自己啦咁樣。希望你好。你是怎樣選擇這三段音樂給我們去經驗一下？你剛才是有什麼感覺？最後這段、對我來說，我覺得三段最喜歡這段的、我覺得、我去了去了一個海灘一個音，見著海浪，我的感覺就好像很寫意的、是晴朗的一個天色來的，但是一個人的感覺到，即是四夜是沒有人的，一個人的。Ellie 呢？後台不寫，你最喜歡哪一段？我最喜歡剛剛那段。好啊，那我呢講過要講給你聽，我當然不可以賣關子又不收尾，是不是？其實呢，你呢剛才三段音樂呢，可能你不同時間聽的時候呢都會有不同的感覺的、可能你今天有些人，我覺得我感覺上下大部分的人都會比較喜歡、覺得比較適合，可能有都是第三段，然後其次是第一段。我感覺，我先個感覺睇你哋嗰啲嘅，我都係，係咪啊？係啦，咁咧其實頭先三段嘅音樂咧係有表達三種唔同嘅感覺嘅。第一段嘅音樂咧係表達一個比較輕飄飄啦，比較安眠曲嘅感覺，比較好 relax 嘅，好隨心，好安全嘅感覺嚟。第一段嘅音樂係，咁所以就應該大部分人都唔會話太真，係啦。咁但係至於你中唔中意咧，就見仁見智啊。第二段嘅音樂咧係一個咧好著地嘅音樂嚟嘅，我哋叫做好 grounding、好 secure 嘅第二段嘅音樂。係啦，咁呢一個嘅調式咧，係會讓到人哋覺得係好貼地嘅，你飄唔到上天嘅，好似扯你落地下。其實又未至於話扯落地下去深谷嘅，不過係貼翻地啲咯，等你個人聚啲嘅感覺，好似腳踏實地一啲。第三段嘅音樂簡單啲嚟講，就係唔好俾人騷擾毛啦。係啦，最好冇需要我啦，等我靜靜地啦，等我唞下啦。所以咧，當我一彈完咧，好直接噶，你哋打字都打慢啲噶。因為我頭先有做比較係嘛，第三段啲字係最遲出嘅，好靈奇嘅其實。呢啲就係一啲療愈音樂唔同嘅調式，我哋會有提出唔同嘅效果。如果你話應用嘅話，其實都可以講到嘅喎。如果頭先你中意邊一段嘅音樂咧，某程度就係反映可能咧你當其時嘅身體狀態好需要嗰一段嘅音樂嘅支持，因為我哋嘅身體咧會不斷做緊調適嘅，佢會嗱你自己。
都會很自然地去一些你喜歡的地方，或者你會選一些喜歡做的事，是吧？所以音樂都是一樣的。剛才三段的音樂呢，一會我們可以投下票打一二三，你可以講哪一段的音樂呢是你最喜歡，那個可能就是這一刻你的狀態。而剛才第三段的音樂呢，你可以打一下一二三。第三段的音樂呢是怎樣，是好個人嘅，你唔好嘈我啦，等我靜靜地啦，亦都會覺得係好抒情嘅感覺。所以當你去咁樣去可能適合翻而家夜晚黑咧，翻完工可能咧攰啊，咁所以咧你個人咧就唔想俾人嘈住啦嚇。所以你一嚟呢個工作坊，你都已經好叻噶。其實你最想就係唔好嘈我，等我靜靜地睇啲嘢，聽啲嘢咁樣。如果你係中意第一段音樂，都多人揀嘅喎。當你到第一段嘅音樂嘅人咧，就係你真係第三段音樂就係你好眼瞓同埋頭先嗰段第三。咁如果第一段音樂嘅時候，你今日可能狀態都幾正面嘅噃啊，今日可能你嘅狀態都平平無奇啦，唔係話太過辛苦，亦都唔係太多心事。但係可能你而家個狀態就都輕輕鬆鬆、自自在在咁，又或者你好希望自己係一個好自在嘅狀態，咁所以可能你中意第一段音樂。但是呢第二段呢都會有些人揀喎。第二段呢就我想問一下你們今天是不是很忙碌了，或者你身邊是不是很嘈吵了，今天在一個處身的環境。因為呢如果你是一個很嘈吵的環境，又或者你今天是很忙碌的，是一個沒腳的雀仔，又或者是你身邊人說話很大聲，或者你經常在自己說話，即是跟人說話，講很多話，你會覺得你是很需要聚回下來腳踏實地的感覺的話呢，咁你可能會鍾意第二段嘅音樂。咁呢個呢係好籠統地喺唔同嘅調式入面，人哋去研究有唔同嘅效果，同埋我帶出嚟嗰個情緒嘅配合。咁當然啦，唔一定話真係完完全全地適合你，係咪？因為個個人都唔同，呢個係一個大概。不過我睇你哋嘅反應都幾吻合返一啲人對於呢調式嘅感覺。你最中意邊段？你最中意第三段嗎？第三段，我都見到都係一三比較多，二都有，不過我就基本上嘅反應都係一三。係啊係啊，一三咧係比較你熟悉嘅一個感覺嚟嘅，同埋都係熟悉嘅音樂嚟嘅。咁咧就係啦，咁所以都俾你體驗一下啦。其實雪紅老師咧，佢去揀彈啲乜嘢音樂，先阿輝有問係嘛？冇啊，我因為個目的係想你哋咧感受一下唔同嘅即係氛圍啊！咁而家學嘅成七十幾、八十幾個人，我冇可能知道曬你哋而家當其時嘅狀態，所以我唯有大包圍咯，彈曬三款咁樣樣。係啊，適合唔同嘅人入分選擇。係啦，係啦，咁同埋頭先做嘅都係啲即興演奏嚟嘅喎，即係你叫我再彈翻都難難地嘅，但係我會彈翻嗰個調式。哦、所以剛才阿輝說為什麼你會選擇這三段歌還是音樂呢，其實那個選擇我即時彈的是的，就不是某程度一些歌，因為為什麼呢，聽一些很熟悉的歌呢，又或者是一些記憶的歌，當我們去彈的時候已經可能勾起了某些人的情緒或者有一些回憶，其實已經將它將從 focus 在自己身上已經帶來了，因為它已經將它專注力就集中在那首歌啊，或者那首歌本身有的回憶入面。所以我們雪紅療愈師很多時候就會彈一些 是即興的演奏，咁同埋喺過程入邊，可能我都要配合翻嗰個人嘅呼吸啦。佢如果譬如佢本身都喊嘅越嚟越犀利，喊得好犀利，跟住我無端彈首 Twinkle Twinkle 咁樣，好似唔係太夾啊嘛，係咪啊？咁所以好難去預先去諗定我彈嘅嘢歌，咁所以好多時都係即興演奏。哦，覺得得頭先，即係好 live。當然可能如果大家係喺現場，我相信嗰個效果再會體驗唔同。嗯嗯，因為今日始終。用了一個網絡的媒介，可能有些 delay 咧，或者有些音有機會可能會消失了，咁所以大家都即係好唔容易嘅。但係今天我諗都是俾一個體驗啦。一陣間我就同阿 Carmen 咧就試下 jam 下啦，因為我哋覺得靜觀啊同呢個啊豎琴嘅泛音咧啊，其實都好有一啲啊共鳴啊。咁亦都睇下，一陣間嘅過程裏面點樣可以讓一個氛圍咧，係俾到大家咧，去更加咧留意自己嘅身體啊，留意自己啊呢一刻嗰個情緒反應啊，嚇，又或者可能會有啲念頭出現嘅，但我哋都想大家好似頭先卡文講 ground 翻個身體嗰度，咁啊睇下會有啲乜嘢經驗到好唔好啊？咁
係咧，大家可以，如果你覺得喜歡嘅話，都坐咗落嚟咁耐，你中意嘅話，可以咧伸下懶腰啊，喐下啊，又或者咧，你可以選擇一個咧，你覺得啊，企喺度嘅姿勢啊，又或者甚至乎你覺得啊，好攰啦，我真係要瞓低。如果合適嘅話，都可以瞓低啦。選擇一個咧，你覺得呢一刻好舒服嚇。令到你可以保持一個咧受到承托啦，又或者受到支持啊，最適合你嘅姿勢，因為我相信喺你身處嘅環境咧，會揾到一個係最適合你嘅一個位置啦，去幫助自己咧進行呢一個身體掃描嘅練習。咁呢個練習咧就會有阿卡文，一陣間喺適當嘅時候咧，佢會有一啲音樂會去承托住呢一個練習啦。咁就你隨意。卡文幾時開始就幾時開始冇所謂。咁我想邀請大家咧，你都可以咧俾自己用眼整個人咧，此刻無論你係選擇企喺度嘅，就感受一下咧雙腳踏實地啊，連接住大地嘅感覺。如果你好似我咁樣坐喺凳嗰度咧，亦都可以咧感受到咧，雙手可能放喺大髀又或者身旁，同樣咧留意。腳踏實地，臀部可以感受到呢張凳嘅承托。如果你係平躺喺度嘅，你都可以感受到可能雙腳啊、臀部啊、膊頭啊、頭啊，可能你嘅床啊，又或者任何承托住你嘅工具咧，一份連接嘅感覺。咁啊，Ellie 咧，我哋背後咧有位同事咧，佢會一陣間咧會開咗一個。生物嘅一個回饋嘅一個裝置，咁我哋睇下呢個過程裏邊咧，阿 Ellie 咧一陣間可能喺呢10零分鐘裏邊咧，佢嘅心跳變化率係點樣啦？當然一陣間我哋有時有介紹下咩叫心跳變化率，咁可以俾阿 Ellie 咧開咗呢一個裝置先，咁啊，係啦，見到啦，咁啊可以睇到啊。Ellie 咧，而家嘅大家都見到啦，心跳喺度不停跳緊啦。可能我哋將個注意擺喺佢度咧，睇得到可能係啦，可能有啲緊張啊。Ellie 就話：咁唔緊要嘅，咁可能暫時咧，Ellie 可以停止咗呢個分享先。我哋就用呢個過程咧，係順其自然，亦都大家如果合適嘅話咧，唔需要留意住個熒光幕。咁我哋咧會俾少少指引大家，一陣間先有個音樂。咁咧合適嘅話咧，你自己留意翻此刻，無論企喺度、坐喺度，亦或平躺喺度，呢個練習嘅意願咧，係希望大家一陣間可以感受到身體喺音樂嘅伴奏底下，留意到此刻身體嘅感覺同埋變化，唔需要刻意嘅去要求自己達到啲咩境界。又或者目的，你都放開平日要自己同自己，又或者同其他人競爭嘅習慣，你都冇乜經驗係啱又或者錯嘅，純粹只係留意翻此刻身心嘅感覺就可以啦。合適嘅話，可以俾自己合上眼，又或者垂低眼簾，留心音樂，亦都留心身體。可以嘅話，將注意力帶到去呼吸嘅上邊。睇下身體邊個位置明顯察覺到呼吸，可能係鼻孔，可能係胸部，亦都可能係腹部。邊個地方明顯察覺到呼吸，就可以將注意力暫時
諗住嗰個部分，輕柔嘅、細意嘅感受一下，一吸一呼嘅感覺。尝试不需要控制，只是留心自然的呼吸。现在如果合适的话，慢慢将注意力从留心呼吸带到去整个的头部，感受一下头顶、头部呢刻的感觉。留意一下面部，留意一下额头、眼睛、面颊、鼻哥、嘴唇、下巴。此刻整个面部是紧张的还是放松的？如果感觉到有任何收紧或者紧张，都看看能不能够随着每一次的呼气慢慢将这些感觉带离开面部。现在合适的话，慢慢留意一下耳朵、感受一下耳朵的感觉，同时间你可能听到很悦耳的声音。以下整个身体的感觉是怎样？嘅将注意力带到去颈部，感受一下颈嘅皮肤，可能接触到衣领啊、头发啊，此刻嘅感觉。留心住自然嘅一呼一吸。将注意力带到去肩膊，双臂，一直去到手背、手板、手指。留意一下手板、手指，可能有啲凉啊、暖啊、乾燥啊、湿润啊，脉搏跳动
又或者其他的感觉，包括冇咩感觉的感觉都是可以的。你自己觉察一下。又慢慢将注意力带到去胸部，留心一下胸部吸气嘅时候膨胀打开。呼气的时候，胸部收缩。又慢慢将注意力带到去背脊，甚至一直去到背部的下半部、尾龙骨的位置。很多时候日常的压力有机会可能储藏在背脊的大肌肉又或者尾龙骨的位置，此刻如果你喜欢的话，都可以在下一个吸气的时候尝试让这个部分去聆听音乐，让这些琴音带到去背脊和背脊的下半部，就好像这些琴音去跟自己做一些按摩一样。身体的可能有些不适的感觉，就好像琴音一样升起停留别去，让这些感觉自来自去。识嘅话，慢慢将注意力带到去腹部，感受一下腹部呼吸嘅时候，一起一伏。自然嘅一呼一吸。慢慢将注意力带到去臀部，留心下臀部，可能感受到稳妥的压在凳上面，又或者感受到被承托。慢慢将注意力带到去整对的双脚、大髀啊、小腿啊、膝头啊，甚至一直落到去脚板、脚趾，感受住整对的脚
此刻的感觉，是紧张的还是放松的？有意地将这一份的觉察带到去整个的身体，感受到整个身体现在坐到又或者平躺在这里，又或者站立在这里，自然的一呼一吸，怀抱住整个身体，亦都感受到一份好温柔的音乐所承载住。亦都多谢一下自己一个奇妙而宝贵的身体，自然地坐了在这里，又或者平躺了在这里，感恩这个身体可能是年年月月这样不断为自己效劳，感谢此刻的身体，因为你能够来到这个平台，能够参与这个工作坊，其实身体在某个程度上面都是安好的，所以在这个练习将近尾声的时候，都可以尝试多谢一下自己，感謝你的身體，而我送這個身體一份的美食，適的時間隨著音樂慢慢的在一陣間靜止下來的時候，就可以打開眼睛，多謝大家和我們一起經歷這個身體掃描，也有這麼美麗的音樂去襯托著，不知道這一刻呢你的身體都想怎樣動一下或者伸展一下，我也說 Annie 分享了她的一個爆feedback的一個裝置，在整個過程有幾多分鐘看看先，大概是真的20分鐘，你現在可以停了她的 Annie， 即停了你那個爆feedback。大家看到呢，有
三種顏色啦，大家都睇到綠色咧係最多嘅。咁咧喺呢、這個喺我哋呢、這個即係device 上面咧就話，如果綠色最多就即係當事人啊好專注啊，好放鬆。我唔知啊 ，Ellie 方便都分享一下你頭先嘅經驗。頭先嘅經驗開頭咧係難啲集中嘅，但係慢慢隨住呢個音樂嘅帶動咧，即係我自己喺度睇嘅前面。係啦，嗱，大家都睇到啊，前面可能未開始嗰個練習之前咧，係有啲可能冇咁即係好係啦，冇咁平穩嘅。但後面你見到嗰啲 rhythm 咧，其實嗰啲咩叫心跳變化率咧，我未解釋，但係咧心跳與心跳之間咧嗰、那個距離。咁如果呢個距離越有彈性嘅話咧，代表我哋個人越集中啦，越放鬆啦。咁若果我哋好緊張嘅話咧，嗰啲心跳就會跳到亂曬咧，咁就好似之前出現嗰種嘅線條。咁所以呢、這個即係 device 都反映緊Ellie 呢一位參加者咧，現場咧係真係好專注放鬆喎嚇。咁唔知各位你哋嘅經驗又點咧？將來如果有機會，我哋真係有實體嘅工作坊咧，可以邀請大家嚟試下呢一個。先應該係要，因為我頭先大家如果留意，我都係錄緊住 Ellie 彈，全程都係。所以佢嘅呼吸啊、心跳啊、佢嘅一頻一笑嗰啲皺眉，我都會見得到嘅。係啊。係啦，咁所以我就全程都係要望住佢，所以我要移住對住佢。哦，原來咁，因為我學埋咗，我唔知啊。我成日都留意住我自己。我要全程望住佢嘅。我可能有啲朋友，如果頭先。要專心做自己嗰個 scanning 就會睇到我就係咁樣樣。不過呢個咧，而家呢個嘅系統包 feedback 咧，其實我哋小朋友老師咧上堂嘅時候都會用。哦，係啊。嗯，我哋都會學呢一樣嘢，其實就係我哋俾人去一個好似實質啲嘅客觀嘅睇法。係啦，我哋喺聽完音樂之後會有啲咩嘢嘅感覺。咁但係我哋唔會次次都會用，但係我哋學習嘅過程入邊先有呢一啲咁嘅嘢。所以啱啱我見到你咁樣開咧，好有熟悉嘅感覺。我都想看看一些咁放鬆身心啊專注嘅，究竟對我哋個身體有咩反應？咁我都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其實原來喺一啲數據上面咧，原來都可以睇到一啲嘢嚇。咁所以我都希望咧，用少少時間今日啊，多謝阿 Ellie 嘅分享啦，你嘅數據俾我哋知道啦。可唔可以係啦？可唔可以停止分享先咧？咁我哋用翻少少嘅時間咧。分享埋今日咧，我哋都想聽下啲頭先嘅過程裏邊咧，咁多位嘅朋友，你哋個經歷又係點嘅咧？會唔會有一啲朋友你都想分享少少咧？頭先咁長嘅一個年代，係啦。其實一般嚟講，我哋做人員咧，起碼都要20分鐘嘅，最經常性我做係半個鐘至一個鐘。係啦，咁你可以開咗個麥去分享一下，又或者你打字嘅形式都好啊，peaceful 啦，好 calm 啦，嗯。好舒服。啊，啲坐後咗，可能會收音會差咗啲嘅。唔知咧，大家係咯，大家覺得點嘅？頭先我就覺得好 improvise 啊，因為我有喺度嘗試希望講少啲，又想有啲有啲空間。但係你唔使擔心，因為我係會就你。係啦，我又覺得你又就緊我，所以我覺得我哋好似溝通緊咁嘅，大家喺個節奏上面，我覺得係。好特別嘅經歷，我哋冇排練過嘅，頭先大家都係自己聽錄音。哦，因為 L Y 不嬲都有練過 body scan。你平時錄音做 body scan 覺得舒服，都舒服啊。做 get into the body scan。係啊，呢個頭先亦都係開始之前，我同阿輝講話，通常都會相輔相成，事半功倍。因為我哋都想試下咧，因為平時我係都帶一啲靜觀，可能有啲朋友都知係在，有啲都上過靜觀，但係啲朋友都係新嚟。咁其實我哋平時就會靠一個聲音嘅一個邀請啦，一個頭先一個指引咁啦。咁啊頭先做到一個簡單版嘅，通常我哋一般如果做詳細做40分鐘、45分鐘咁啦。咁但係我哋又試下今次有個豎琴嘅泛音咧。就睇下大家嘅經驗，點好似大家都係講緊好放鬆啊，想瞓一瞓。我諗可能有啲人瞓咗，都可能係嘅，因為頭先你嘅音樂又好似係啊，佢都唔係咯，同埋你工作方面一定要佢真係係啦，係真係瞓著咗。係咯，哦，飄到食物頂住啦，頂住少少啦。唔係啊，呢個係你身體嘅反應嚟㗎，可能你一陣間要處理一下㗎，真係。係啊，就話都係眼瞓啦，做完個身體掃描。但係就唔係完全瞓曬，都可以專注，咁都好多謝你。通常我哋喺最放鬆嘅狀態，就未至於話深睡嘅狀態。
係啦，係啦，咁都多謝大家。咁我哋少少簡單分享翻我哋個 PowerPoint， 又講解翻究竟係呢一個乜嘢係靜心啦？點解會用豎琴咧？我諗我哋有一兩分鐘講下啦，好簡單嘅嚇。啊，呢度係啦。咁點解我同阿Carmen 今日有呢一個嘅配搭咧？咁其實咧，我諗大家都知道，有啲朋友會收集靜觀，咁但係同時間有啲朋友都聽過咩叫靜心。其實靜心係咩意思咧？其實都係一個培育我哋嘅心啊 ，cultivation of 我哋嘅 mind。咁我就覺得咧，即係靜觀有呢一個咁嘅意願喺度嘅，就係去留心到我哋頭先阿 Carmen 都好嘅演奏咗一啲嘅音樂。當然佢唔係真係去為咗演奏而演奏，而係俾咗唔同嘅經驗我哋。咁其實我哋個心好得意，有佢嘅自動化就係、是、會俾一啲中意啊、唔中意啊，或者有啲圖畫、有啲情緒啊咁啊。其實呢啲嘢都係發自我哋日常生活經歷咗一啲嘢。又或者等等有啲共鳴，又或者可能頭先 Carmen 都講好，可能你依刻個身體有啲嘢需要支援或者 support。咁其實咧呢樣嘢就同我哋靜觀咧都係好似嘅，就係建立一個氛圍。我哋個人其實會識得咧係療愈嘅。咁而我點解揀咗呢一個豎琴呢一幅相咧？就我覺得其實彈豎琴嘅人咧，本身個人都係要好温柔。在彈緊豎琴嗰刻嚇，起碼都係彈緊豎琴嗰刻，我唔知其他人係咪可能啦。喺彈緊豎琴嗰刻，其實都係好温柔，同埋亦都要好知道自己身心，即係人琴都要合一嘅。咁呢一樣嘢就同做靜觀嘅過程都係好一樣啦。其實我哋嘅帶領其實都係想我哋好留意到此刻我哋嘅身心嘅狀態。咁能夠人琴合一嘅時候，能夠或者身心合一嘅時候，我哋個人咧就會比較專注，亦都係最放鬆嘅一個狀態嚟嘅嚇。咁所以因為咁樣咧，就可以調適到我哋壓力啦。再加埋我覺得咧，其實琴啲琴音咁好聽，啲旋律咁優美，其實最重要，我覺得除咗一個人之外咧，其實中間咧其實有好多停頓位。其實 space 是一個很美麗的一樣嘢。咁我哋其實平時的生活，我哋俾唔俾自己都有啲 space 咧？我哋都希望可以收集就係、是、我哋個心究竟裝到好滿咧，定話我哋都俾翻啲 space 自己？就好似頭先阿 Carmen 嘅演奏，其實俾咗好多 space 俾我哋去自己了解一下自己身心嘅。咁靜觀亦都係想培育一份嘅温柔嘅態度啊，照顧自己嘅態度啊。一份嘅專注同覺察，咁我哋希望今日就係咁咧，去試下 jam 啦 jam 啊，究竟個效果係點咧？如果將來大家都喜歡，我哋可以再邀請個 Carmen。真係滿意啊！當然滿意啦，都冇噶。其實我哋都係試下唔同嘅方式其實靜觀都可以運用喺聽音樂啦一佢嘅方面嘅，一定係啲比較可能好，我哋平時話坐定定啊，好認真嗰種。有不同的方式去做靜心咯，所以如果朋友有興趣的你都可以了解，將來都可以介紹一下。其實係啦，下一版其實點樣可以了解多啲靜觀咧？咁有左手邊一啲資料啦，大家可以上網睇啦。同埋啊 ，Carmen 咧亦都擺低咗一個嘅 link 俾我哋嘅喎，嗰、那個 link 你可以介紹一下。咁我有自己 studio 啦 ，studio 咧中文名叫做豎琴。咁咧而家有 website 嘅嚇，咁啊 Harmony 係 H A R P， 因為 harp 係豎琴，就所以 Harmony 係啦，即係 harp for harmony 點解？係啦，咁豎琴療愈室咁啊，最方便應該係上 Facebook 就 search 豎琴療愈室咁樣。係啦，咁如果有興趣嘅朋友都可以即係上下 Carmen 嗰啲工作坊，或者係啊係啊，或者想了解一下係啲咩回事啊，咁可以send message 嚟查詢。是不是去上這些課就是其實不需要有任何音樂的背景？不需要，你本身識彈豎琴當然是會好很多，比人快一點掌握。但是當你完全是一個 BB 去重新學一樣東西的時候，有 BB 的好處，因為你在發展，所以變成你學的東西你沒有一個拘束，所以你可以很專心地去彈琴給別人來聽。係啦，咁我都有很多的同學仔朋友，他們是完全不識彈豎琴來學。系啦，咁你見住佢哋而家可以做緊實習咧，都好有滿足感。其實佢哋
即係透過樹林去服侍人。很多咧成年人咧，佢哋學咧，佢哋都係愛嚟幾樣嘢嘅。第一就係治癒，即係想自己放鬆下啦咁樣。第二咧就好多都係想彈俾人聽，可能係屋企人啦、朋友或者係將來佢工作嘅地點啊，或者係一啲嘅病患者同埋寵物啦。屋企嘅寵物都會嘅。咁、而有第三類嘅咧，就即係一啲可能係宗教性嘅侍奉啊。在香港流不流行？因為我都唔多聽到。在香港，我兩年前咧設立呢個 studio 就係想將樹琴文化帶嚟香港。但其實呢一樣嘢喺1990年代嘅時候已經喺美國最先去開始嘅啦。其實都有差唔多人30年嘅歷史。咁外國而家都發展得比較有系統一啲，香港啱起步咯。嗯嗯。咁多啲係邊啲場合？就係喺啲醫院係咪？喺一啲嘅係咯，我哋叫做社區入邊一啲嘅服務中心啦，可能係一啲復康中心啦、老人院啦咁樣。咁但係好多都會係私家即私營，係啦，單對單，單對單咁樣。咁大部分都係院舍，尤其是院舍咧，我哋因為好多院舍係嘛，咁好多人好多院友其實佢哋體弱嘅好多嘅，你叫佢哋出去聽表演或者去一啲睇戲啊等等，其實佢哋根本都出唔到去啊。咁所以有一啲嘅院舍好好嘅，佢哋會去邀請我哋去做服務啦，咁就買我哋服務，咁跟住然之後就去俾呢一啲嘅院友啊或者老人家咁。哦，咁都係好好一個另類嘅一個即係照顧自己嘅服務啦。咁而且又好特別，可以去透過如果去學嘅，可以幫自己同時間亦都可以服侍到人，都幾特別。即係唔係一種演奏，主要係透過呢一個工具呢啲嘅。音韻啦，我未咁講啦，就去讓對方可能得到一個平安啊，係啊，同演奏好唔同啊！演奏咧嗰、那個微光燈個 spotlight 喺你身上，表演者身上，但係如果係做樹琴療法嘅時候咧，那個 spotlight 永遠都喺個對象身上。所以剛才我都不理你們見不見到我的樣子，因為 Ellie 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要望住你們彈。我見有些人有些朋友打了一些東西進來，是不是有些朋友問一些東西呢？是不是我見那個聊天一路有些東西閃閃？他們傳了Carmen那個視頻，OK 如果大家留言之前有些東西想問都可以打。Facebook 的 page 會比較 update 一點的，那個網站我經常都沒有。咁右邊咧就係一啲即係如果你想了解靜觀，咪右邊有好多應用程式啦，免費嘅你都可以參考一下啦。咁咧亦都喺呢度賣廣告啦，為我哋中心，因為即係始終疫情又穩和或者緩和咗落嚟啦。但可能有啲朋友即係經歷咗呢個過程之後，有啲可能係壓力啊。或者焦慮不安啊，或者等等啦。其實如果你有需要嘅，可以咧打呢一個心靈嘅抗疫嘅支援熱線啦嚇。咁我哋會有專業嘅社工啊、輔導員啊，就去接聽啦辦公嘅時間。咁咧嚟到最後咧，都多謝大家嘅參與啦。咁我哋咧如果有興趣想攞翻個筆記咧，我都想咧邀請大家咧填翻個回應表啦嚇。個回應表咧，我而家會 copy 個 link 俾大家嘅。哦好啊，哦你也有噶，好好啊，好唔該曬。咁咧，請大家咧可以俾翻啲意見我哋啦，因為我哋都係今次第一次咧係用呢一個形式咧，有音樂去做一個靜觀靜心嘅一個活動。係啊，我都係第一次，因為我成日好驚嗰啲科技即係傳嘅時候啲聲音唔好。係啊，但係今日都我算覺得幾平安，即係嗰個係咪啊？科技上面唔係好多朋友話收得唔好啊，收唔到啊等等，又或者斷得好犀利啊等等咁樣咯。咁所以都好多謝大家今日嘅參與啦。咁你一路填緊嗰個問卷嘅時候，如果我哋未離開嘅咁啊，幾分鐘，如果你有問題，你可以打一個麥直接問我哋都可以嘅。咁同時間請大家 copy 咗嗰個 link 啦，即係擺上去你個 browser 嗰度 copy and paste， 咁你就會開到㗎啦嚇嗰個問卷。咁另外咧，我都想大家一路填緊問卷嘅時候咧，我哋都 show 下我哋嘅
機構的網頁，讓大家可以知道接下來可能會有一些最新的活動，如果你們都想參與的話都可以參考一下。是啦，是不是大家都看到個網頁啊？是啦，這個呢就是我們的網頁。咁呢，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就可以來我們 refresh 這個網頁啦。咁這個網頁裡面呢，就會有曬我們今一路以來我們的工作坊呢，如果大家想看返啲 payback 呢，你可以來返我們 refresh 的網頁啦。等我拉一拉落去先。咁就喺心靈抗疫呢一個位置啦。咁你入到嚟呢一度咧，就會見翻，因為我呢部 notebook 咧，可能都唔容易拉到落去，係而家得啦。OK， 咁咧你可以睇翻所有嘅呢啲嘅不同嘅一啲嘅工作坊嘅 payback 啦，就好似今日我哋呢個工作坊嘅 payback 都會擺翻喺呢度啦。咁啊，另外我哋都有我哋嘅 Facebook 啦，咁都歡迎大家可以就like 咗佢啦。咁你可以就會睇到最新嘅一啲嘅我們的活動的宣傳啦，譬如在這裡，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其他的疑問呢？對於今天我們Carmen有個媽在這裡，對於可能樹琴療癒或者有些東西我們都未必解答得完，有沒有一些大家都想問或者分享等等。 First， 可不可以給多一次回應，給多一條link出來啊？看到很多朋友 都感謝今天有這個工作坊，我們都多謝你今天陪我們來到九點幾了，九點九了，希望今晚都大家有一個美好的星期五晚上啦，可以休息得好，相信今天都會聽到一些舒服的音樂。好啦，那我們就來到這裡啦，希望將來是有機會在這個平台再見啦，那多位朋友。非常好，非常不好意思，我想問可不可以給多次回應，給多條link出來啊？可不可以給多次回應，給多條link出來啊？非常不好意思，可不可以給多次回應，給多條link出來啊？